大家好，这节课我们讲一下如何上传镜像到 Redshift Server。Redshift Server 等于镜中央存储仓库。下面我这个说一下 Docker Hub。Docker Hub 是 Docker 官方对外提供的一个镜像仓库。这个仓库里面存放了很多很多大量的这个镜像，但是这些镜像包括 Nginx 像 Genus 或者 MyCircle。这些镜像都是由Nginx 官方去推送到 Docker Hub 上的，所以这些镜像都是由各个厂商的官方去推到这个 Hub 上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这些镜像，并且这些镜像的版本包括安全性也是可以有一些保证，所以我们尽量去使用这些原厂的这些镜像。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公有镜像仓库的一些好处。那么第一点就是很明确，就是公有仓库的镜像都是由各个软件官方进行上传的，并且这个公有镜像仓库企业是不需要维护的，但是它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比如说下载速度比较慢，因为这台服务器就是 Docker Hub 官方的服务器是在国外，我下载到我们国内的话速度是有一些慢的，如果速度慢的话就基本上是没法满足我们企业生产环境的一些要求，所以我们有必要搭建一个私有镜像仓库。那么这就是私有镜像仓库。私有镜像仓库有很多好处，比如上传下载速度都比较快，毕业企业也是可以自己去维护自己的镜像仓库。那么也有些不好的地方，就是需要派人去维护这个镜像仓库服务器啊，并且要提供一些服务器存储这些镜像仓库的一些磁盘资源。最后一个是有一些建议，就是可以同步 Docker 官方的镜像到这个企业私有云的镜像仓库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在企业私有镜像仓库就可以下载到最新的这个镜像。好，这一节视频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就是如何把自己本地的镜像上传到 Docker 官方的 Hub 上。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是我们现在有一个 Docker Hub 账号，然后最后我们在 push， 然后需要登录一下，就是 Docker Login，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操作。我们先要确保一下，就是先有自己的一个账号，然后可以点 Dashboard， 然后自己去创建。这个创建账号我们就先不去创建了，等一下我们会创建，就往上 push 一个 LPad 的这个镜像。然后我们来看一下Docker Images 是查看当前本地主机有哪些镜像，我们可以看一下有这么多镜像，我们等一下把这个Custom LPad 这个镜像推送上去。好，如果想要推送到这个 Hub 上的这个名称应该是这样写，这个 Custom 是我本地的这个本身 Redshift 这个账号里面的这个名称，那么必须如果是没有这个名称的话，必须要前面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 namespace 这个镜像命名空间。然后先 login， 默认的话是登录的 Docker Hub 的这个，如果要是登录 Civil 的话，我们在下一节课再去讲。好，然后名称看是。然后密码，好，点击登录。好，这个是登录成功了。登录成功了以后，然后我们点 Docker Push。Push 的话 ，Push 比如说 Custom， 然后 LPad， 然后点击确定。好，这个剩下就是再把这个本地的这个镜像上传到 Docker Hub 上。这个是在国外的服务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5兆的话往上上传的话也是有一些慢。好，这个还好，这个已经上传完了。上传完了以后我们点击刷新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出来那个镜像。好，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然后就已经出来了。这样出来了，然后我们可以把自己的镜像贡献给其他同事或者其他人，直接就能看到了。它复制这个地方就可以到时候 pull，
这个命令。那么铺完这个命令以后，直接就可以把这个镜像下回来。这个下载镜像的时候有几个点，就是如果本地已经有了，它就不会下了；如果没有的话，才会去原端的窗户去进行下载。好，那我们这节课就先讲这么多。好，谢谢大家。